沙田，你让他还给我吗？林姐，这种事情不是第一次了。我有没有跟你说过，我不喜欢你在外面脏手。好，明白了。给你们分点糖。谢小姐，什么大喜事啊？您家新给我们发喜糖。我和少婷有宝宝了，所以说想让大家沾沾喜气。恭喜恭喜恭喜！我去说嘛，怪不得霍总最近总是跟您寸步不离的，每天还专门派营养师做好午餐送来公司呢。我在公司这么多年，可从来没有见过霍总对谁这么好。哎，我还听说啊，那林秘书笨手笨脚的，就是给宋小姐买了杯咖啡。霍总听说以后，马上派了个助理给宋小姐，生怕宋小姐被林秘书欺负。没想到这些事儿你们都知道。嗯，宋小姐，您现在呀、可是霍总新加上的人，这事儿公司都传遍了，我们都知道。就是，林秘书啊，这霍总夫人的位置，我看是要做到头了，最多半年。霍总啊，一定会跟林浅离婚，把林浅赶出去。就对，林浅。我怀孕了，给你喜糖。那恭喜宋小姐了，她有事就先走了。我现在怀了少婷的孩子，少婷跟你离婚娶我是迟早的事情。要是你还想待在少婷旁边的话，那就把我和我肚子里的孩子伺候好了，把我伺候高兴了，说不定我可以让少婷多理你一段时间。你们都是在这儿做什么？少婷，我怀孕了，就是那天晚上。大家知道了都在恭喜我呢，是吧，林秘书？事都让你一个人演完了，我还说什么？少婷，林秘书煲汤很好喝，我想每天都喝到林秘书亲手煲的汤，你觉得怎么样？锦柔，这样好，我答应你。不知道宋小姐有什么忌口的，可以告诉我，我会注意。我不能吃姜，但凡汤里面有姜味儿，我可一口都喝不了哦。好，林浅，既然你这么喜欢伺候人，那不如等静柔生了，过去伺候她好好坐月子。好。如果你需要我伺候她坐月子的话，我会去的。跑太快了，没看见。林秘书啊，为了霍总，自尊脸面都不要了。怎么说？小三怀孕了，不哭不闹也就算了，还煲汤送汤，连伺候月子他都愿意。真的假的？这都能忍？不是真的，我亲耳听到的。林浅，好好人不当，非要当舔狗，舔狗舔狗，舔到最后一无所有。哎，林秘书，我还是第一次听说你还会煲汤呢。咱们共事了这么久了，也没见你煲个汤给我们尝一尝。正好我表妹也要生了，到时候就劳烦你帮她也坐坐月子。麻烦你，等你表妹以后勾搭上霍总，不用你说，林秘书肯定上赶着伺候你表妹月子呢。我觉得也是。谢谢表妹加油！我给我表妹打个电话，别敢勾搭霍总。不是说了吗？没事别给我打电话。事情怎么样了？你放心吧，事办成了。傅少廷现在对我很好，很宠我。他跟林浅离婚是迟早的事儿，他是个有责任心的男人，会娶我的。你都怀孕了，他都没有对外承认你，更没有传出他要跟林浅离婚的消息，这叫对你负责？连你也敢嘲讽我？傅小姐，你今天的汤，你就让我站在这喝，林秘书。在霍总那儿，你也是这么工作的？那我给你放在你工位上。等等，是让你走了吗？尝给我。这汤有点烫，可能需要再放五分钟之后再喝。我现在就要喝，端给我。林浅，你不愿意送他不送就是了，你怎么能泼我呢？
宋小姐，你没事吧？林秘书，没想到你看着窝囊，手段却这么狠毒，怪不得要积极的送汤给宋小姐喝，原来在这等着害人呢。得不到霍总的心，你就要伤害宋小姐的孩子，你怎么这么恶毒呀你？我没有。你还说你没有？大家都看到了。敢做不敢认，真是。没错，我们都看见了。等霍总来了，我可就吃不了兜着走了。发生什么事了？少婷，这么热的汤他故意泼在我身上，你看大部分都洒在我肚子上了。少婷，我衣服脏了，我想换衣服。我让周记现在给你买一套。不用麻烦周特助了。林秘书，你把衣服换给我，这事儿就算了了。好，我去卫生间换你。你就在这儿换给我，谁要跟你去卫生间？谁知道你在卫生间要对我做什么？少婷，你让他换给我吗？林姐，这种事情不是第一次了。我有没有跟你说过，我不喜欢你在外面脏手脏脚。好，明白了。霍总对宋小姐真是有求必应，哎，但是公公不能去，说脱就脱，真是压都不给林浅面子。林浅为了霍太太的位置，连脸都不要了。我看下次让他去跳脱衣舞，他都愿意。霍总，这些合同需要您签字，这些事情应该让他亲自来做的。夫人暂时有事脱不开身，所以托我过来找您签字。周特助，麻烦你帮我把这些文字拿回去给霍总签。你看我这样，得先回去换身衣服。好、哦，你让他亲自过来。好的。霍总，这些文件需要您签字。要是霍总您现在不想签字的话，我等您待会儿签完了就进来拿。霍总，刚才夫人听说您让他亲自过来送文件，连衣服没来得及换就过来。这款拿去，多给他买几件干净得体的衣服放在公司备用。别给我丢人。还有，再买一些烫伤药一起给他送过去。霍总，其实夫人真的挺忙的，我刚才找夫人的时候大家都在说他窝囊，说的话特别难听。那都是他自找的，他不是说什么都愿意为我受着吗？既然嘴那么硬，那就好好受着，等他什么时候受不了了再让他自己来找我。其实夫人真的不爱你，她为了留在你的身边，连为别的女人煲汤、当粥、脱衣服这种苦都吃不下。最近话有点多啊。霍总，您先忙，没什么事我就先出去了。等等，通知林姐，从明天开始就不用送汤了，做好她夫人的事就行。听说了。霍总不让您府里送药也送汤了，我刚刚遇到霍总，亲耳听到他跟周特助这么交代的。真的假的？真的，听说是林秘书故意搪塞小姐，想把他搞得这样。这么恶劣的事，霍总居然都不跟林秘书离婚？霍总，原来霍总更在意林秘书。他疯了！霍总，对不起，都滚！对不起。更在乎林浅，不行，我得想办法尽快让少婷跟他离婚才行。反正这孩子就是个孽种，留不得，不如用他拉林浅下地狱。
这是林秘书今天煲的汤，虽然说之前撒了一碗，但是还是有挺多的。你们要不要尝尝？我一个人喝不完。啊，不了不了，这可是霍总吩咐林秘书专门给您熬的汤，我们可没这口。是啊是啊，不过啊，宋小姐，我觉得你也别喝了，谁知道他在里面放了什么不干净的东西来害你？这一点我还是相信林秘书的，毕竟他跟少廷在一起只是为了他的钱和权势，总不可能来害我吧。你不也得赢？林秘书，你煲的鸡汤挺好喝的，我都喝了大半了。不过作为一个母亲，我还是有几句话想劝你。我知道你是为了少廷的钱才跟他在一起的，可现在我怀孕了，我希望你可以把霍太太的位置还给我。少廷又不爱你，何必呢？没事的话，我先走了。你有没有教养？我话还没说完。你不就是为了少廷的钱才跟他在一起的吗？你说你要多少钱我都给你，只要你别让我的孩子一出来就变成私生子。我不要钱，我只要他这个人。不准走，你不就是为了他的钱？放开我。太好了，药效终于发作。我肚子好痛。林浅，害死了我的孩子。好像流产了，老婆，这不是流产了吗？林浅，救救我！救救我！害死我的孩子！少廷，救救我！救救我的孩子！医生怎么说？我们的孩子没了是吗？你先躺好啊。我们的孩子就是没了，对不对？少廷，我们的孩子没了，我要让林浅跟我们的孩子偿命。这个孩子是我盼了这么久才来的，现在孩子没了，我会活不下去的。静柔，你先冷静点啊。少廷，孩子没了，你会对我负责的，对吗？我只有你了。你先养好身体。我们的事情以后再说。黄少廷，我要不跟林浅离婚，我就报警把他抓起来。静柔这次流产，就是你那个秘书林浅害的。他炖的那碗鸡汤里含有大量的堕胎药物。对，就是喝了那碗鸡汤，竟然流产。办公室的人可都看到了。如果给我们家静柔一个交代，我就让林浅坐牢。林浅故意给我下药，他就是想害死我肚子里的孩子。少廷，你这次不能这么放过他了。对，你必须跟林浅离婚。少廷，他这么歹毒，这次害的是我们的孩子，下次害的就是我了。这件事情我会查清楚，给你们一个交代。好，我相信你。我等。这不是我打的车。你干什么？霍总，您看那个女人有点像夫人啊。可能是我看错了吧，但是衣服确实挺像。跟上那辆车。霍总，20分钟以后你有个会要开，不能耽误。我让你跟上。今天请你来就是给你个教训，不是你的男人就别犯贱往上贴，要是实在缺男人外面多的是，你懂我意思吧？是宋俊荣让你们来的。你还敢说，要不是你抢了人家男人，人家会花钱雇我们来打你，你当个小三儿你还理直气壮。别跟他多话，给他教训就是。林浅，我就问你，离婚离不离？你要是肯离，我现在就还你。只要你签了，这事儿就算结了，也不用受苦。回去告诉自己，我不离。离不离？
再回答我一次，是霍少平还是要命啊？不灵。